正式開始今日嗰個咧性教育教師訓練系列四之呢個咧，如何幫助青少年面對色情泛濫同埋咧呢個性沉溺方面嘅問題㗎。咁陣間咧仲會有康居華醫生係一個精神科嘅醫生啦，會同我哋講下有關咧性沉溺方面嘅一啲嘅知識同埋一啲處理嘅一啲嘅輔導嘅方法咁樣樣嘅。出一啲係先係漫畫式嘅。文字式的色情，譬如那個細路咧，對於嗰個嘅影像咧，佢都有初初有抗拒嘅。咁先係文字先，步你入去，慢慢一步一步咧，咁樣去到上。呢啲都係嗰個嘅社會風氣咧，色情資訊泛濫啦，色情網頁、油鴨老餅，就講出賣肉體喎。佢而家邊度係出賣肉體咧？而家係用肉體去交換一啲自己中意嘅嘢。是不是叫出賣，是有意識地覺得有什麼問題呢，那種即觀念一路一路是去改變這些觀念的改變，鋪天蓋地的改變，就令到人對於自己那個的所謂身體，守住自己的身體，尊貴自己的身體，就越來越薄弱，而將即人那個的body 咧就係、是、去到物體化，所謂即係將佢成為一個 object 啊，即係一個工具啊，一個對象，好似一個公仔咁。你中意點用啊？達到你自己一啲嘅無論個人嘅 pleasure、relaxation 或者係一啲物欲嘅滿足。有時係好令我哋咧你作為老師又好，作為輔導員又好。作為社工又好，係有時係會有好似幾氣餒咁嘅咁但係我哋又唔好 set 到個標準咧，係期望啲後生仔咧會冇咗依樣嘢。佢係有，而家爭在咧就好似我頭先講個六個少年人嘅例子咧，你能夠幫佢咧唔好去得咁多，唔好去得咁盡你去得唔好咁盡，然後咧佢有啲 positive 啲嘅嘢喺佢生活上嗰種嘅滿足咩咧，自然就會擸住佢，等佢唔會去到沉迷啊、沉溺嗰啲嘅地步啊，即係用咁嘅現實嘅一個圖畫嚟去到幫嘅啫，即係你唔好太，即係有時我覺得我哋係太過理想化其實不合理。所以點解話你猛去到鬧佢，其實佢都鬧自己好多噶啦。咁佢啊制住佢一段時間，然後佢遲啲又係爆發。咁所以呢個你猛去到鬧咧，就幫唔到佢脱離嘅。咁有時點解咧？做父母嗰啲咧，成日去到鬧咧、磨咧，佢甚至咧已經去即係左耳入右耳出，或者直情 immune 啦。對你的說話根本就不會再聽了這招不行的情況疲累、煩悶、無聊、孤單、挫敗、不開心那他又會去到失控，有時失控一做就做回間時忍住不做那些噓一聲好像提拔缺蹄一樣，提拔缺蹄一去到失控又有可能有些的後果，可能他自己有自覺，咁佢又去到係又再去羞愧啊、內疚啦，咁又制住佢。嗱，咁好多嚟講咧，你發現咧，佢有時表面上嘅好似有一段時間係克制到自己咧，原來等下一次幾時有缺題嘅啫。咁就去到喺等佢了解一下受害者，原來佢影啊，即係去到非禮啊等等嗰啲受害人嘅心理，佢哋嘅痛苦。等佢知道咁樣樣係傷害人嘅，要學習去尊重別人，諗下人哋嘅痛苦，唔好淨係因為性沉溺，你發覺咧沉沉下咧，佢係好自我嘅，完全自我。總之係佢係發泄，佢縱慾，就唔理對方有咩任何嘅感受，甚至扭曲對方嘅感受，甚至覺得你係中意。